2000年属龙的男孩子，心脑脊髓炎，很紧张的，现在切气管，我知道，然后那个浑身换气，已经被人家拖了，蛮麻烦的，人家也不要小房子，来拖他的人，他妈妈已经发了很多大愿了，然后我们一直在帮助做，放生没有？这样吧，你叫他跟观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吧，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能够让他留下来。我以后会现身说法，台长也会帮他想想办法啊，千万不要有任何退缩的念头，那个一定不退缩。好，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因为人手不够嘛，拜托两位师兄去放生，结果他们用那边的经轨来念做了大回向。哎呦，今天跟我讲，我现在就基本上没对这件事情没什么作用。要不反正这几天我们帮他放一下吧，放完后我们帮他按照心理法门的仪轨帮他念经。我觉得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过两天再做的话不一定效果很好，现在就应该快。很多人就知道放生，不知道数量。我台长今天告诉你，有个量变达到质变，放生一万啊，就可以超出八难；放生五万，就可以免堕沉沦；放生十万，一乐无穷；放生一亿，菩萨随意。因为能够放一亿的人把什么都放下来了，你们听得懂吗？求来的是假的，保佑修来的是真的。我们天天在修心，我们就是靠着自己修。所以台长现在能有这么大的法力，我也救不了几个人。观世音菩萨就算千手千眼，他也能救千万亿万。但是要记住，还是靠我们自己。要记住，真正的菩萨是靠我们自己来做的。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法门，把这么好的菩萨的这个佛法东西传给你们，靠的是你们去做的，靠的是你们去修，你们得呀，并不是菩萨得。只有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你们才能在这个人间永驻。灭罪真言的时候，我头回过来的时候，正好就是回过来，就是看到斗战胜佛。
豆沙，豆沙这么久是悟空，一直没听过，很好的。于老板过来以后，哎呀，真奇怪，怎么那么香啊？闻闻他身上，再闻闻，我说我们身上没有香味。对对。看着我，哎，手捏一捏，自己这样捏捏。等一下，你把躺下来，把脚也动一动。你躺下去，把脚也抬一抬。等一下再打，把两个脚抬高啊，看看你能抬多高。做几下，看一下，一、二、三、四。是陈月，我是陈月小朋友的妈妈。今天是2012年7月16号，也是陈月小朋友可以康复出院的日子，我们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在陈月小朋友生病的这40多天里面，正如所谓是惊心动魄、生死之处，我们都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改变。陈月今天可以如此快的出院，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福台长，也非常感恩所有心灵法门的同修在这段日子里面对我们无私的帮助和鼓励，谢谢大家。谢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好好学佛念经，弘扬佛法，谢谢大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福台长，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谢谢。